咱们开始喽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嚯！哎，林大哥，你来我这拍视频呢？哎，好，你去哪里哦？我才去领米来。啊？米还可以领的啊？只不过你们都没有在去，过那边的几站都可以领米去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去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欢迎光临，今天怎么关门的？饭馆你们在哪看房的吗？我们是参加那个集赞活动来领米的。领米是可以的，要等我先给你们介绍他们的楼盘。嗯，好。嗯，这边的话，我们这里位置是你们的售楼部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活动人群中开盘了几家的。下面是月27号开盘的是我们的一个五栋的四代住房。这边的话是有一个130平跟一个146平的一个边户。我们的楼盘现在临平上马公园、临平七小堂、天绿人和观澜苑开启第四代住宅，4月27号即将盛大开盘。为感谢新老客户，4月15到19号免费领取10斤大米。具体参与方式请到售楼部。这个周末还可以抽现金红包，数量有限，每人仅限一份，先到先得。现在加入天绿人和观澜苑会员，以后买房还有大优惠。这个第四代住房的户型觉得怎样？中意吗？中意蛮好的，是，我也喜欢那套，就买那套。那这边交定金了吗？啊，可以。